这是谁啊？我来来，自己报一下哈。第二场。基本功真稳定啊！拿了一半儿，没有快跑到。在背面打的。别说话，背面打了。你看，你看。宅在家的这些天，大家也不要忘了运动。拥有强健的体魄，才能抵抗病毒。就算不用专业的球台和球板，也可以享受乒乓球带来的快乐。春暖花开时，咱们再相约一起打球。